废话不再多说，下面咱们来给那个粉丝抽奖啊，纽大啊，这个号可以说是抽中什么什么都是划算，是吧？抽什么什么都赚，因为他号上什么都没有，所以说怎么抽都是赚的。我们先来看看他第一发会抽中什么东西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是火麒麟手雷。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是吧？天天都是火麒麟手雷，都快把我干哭了，都快。那这个39级50位怎么办？39级50位，哦，你就是说就是一个39级的人神奇特别多吧，是吧？你要是39级50个神奇，抽中你们也可以给你抽奖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怎么可能级别那么低，神奇那么多呢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会那么屌？好了，神罚大斧，太爽了，老公！最后一发直接绝杀，拿出我99华星大法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天雷老公听我令，出！两发，一发神罚战斧，一发巴雷特枪娘，完美。哎，刚刚还有人嘲笑我说辣椒哥，你看吧，又是两个手雷。哎，这东西说实话，兄弟，那是真给力啊，运气真好，哈哈，真的是我也没想到运气竟然会这么好。来，我们上号帮他领一下，这两个东西是真的有用的，这两个东西真的有用，确实是好东西，大哥，确实是好东西。那这个规则是啥呀？在直播间里实际抽不用慌，还没有抽武则天呢，抽完这个我给他领取完之后咱们就要抽武则天了，抽完武则天之后天美又亏，对，没错，天美又亏了。那这个买的号50位只有39级，没事，那也行啊，但是你哪有那么巧的事情，你净在那瞪我玩，哪有那么巧。大点哥能不能帮我抽一下我的号，咱们抽奖都是这个随机的，对吧？那这个天美又亏了，那对呀，天美又亏，你看看这个号，本来刚才大家还有人说那你们这号这么垃圾，你给他抽什么奖啊？这才说你看看这个号直接上升啊，直接整副拉下词儿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最近有一个人特别搞笑啊，什么什么南来的北往的什么什么的，对吧？这个直接征服俺前村，这家伙这下子真的是直接征服了，兄弟，太帅了！拿上巴雷特枪娘，拿上神罚战斧，再来一个小手枪，直接征服俺前村沙漠之鹰杠 A， 哎，真爽，真爽！再下次你看看巴雷特大炮加上神罚战斧。已经没有对手了，这号已经超神了，运气真好。好了好了，哥们儿，改密码去吧。好了，改密码去吧。恭喜啊，这下子天美又亏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接下来来抽武则天，不再多做废话。